发不出吗？听见没有？宠物市场。宠物市场。快点！别乱来。哎，他妈的！我天！我的良心！你跟这地方的风在天边带呀？哎呀，搁这司机呀！那我们那人一在城市这个干嘛着？说完，老奶奶是老家的地方老爷，不搁这。老爷爷问老奶奶：“那吃人吗？”八个哑巴。反正就一般吧，很快的，在这种公路上跑。好。有时候你感觉像一般吧，其实没有。我看了他们。
操，就妈呀！路开不进了，大喜，干什么？哎呀！给了我一兆，这人，哎哎，啊！撞死！你一个人在屋里呢？也别那个，我也叫一件，不然到哪碰见他吧？你能不能往这一边呢？哦。有。呀。没有很过家了等动了狗子哦，他只是没看到。